我跟你说啊，我知道你跟天亮一样，就不舍得咱这老房子。你说这辈子都过去了，事儿事儿你都听我的，对吧？这是最后一回了。哎呀，这都不是问题，我都听你一辈子了，还差这一次。不，也不是我不同意，关键是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啊，有点过了。我也知道，因为前两天的那个事情啊，你觉得呀，天明小的时候你对不起他，你自己觉得心里有愧，你又不希望现在委屈了天明，怕秋妹啊憋屈，所以啊才掏心掏肺的想补偿，才卖这个房子。啊，对，你不知道啊，天明这孩子不行。你看我让他帮我一起装修房子、打小工，他都不愿意。当然了，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大问题，起码他就不像天亮那样，天亮他是任劳任怨、吃苦耐劳。天明这孩子，他这个毛病要是不改，你就是给他买了房子，他在北京也不一定站得住脚。更何况咱们做的这些事情啊，这专政策的控制，村长要是知道了，你说咱做的啥事？小声点儿。我知道你说的都对，咱天明是有毛病。他说了，他离开北京他都活不了了。那你先告诉我，他的有毛病活命哪个重要啊？这谁没毛病？你没毛病，我没毛病，人家都有毛病，那不都跟老婆孩子过得挺好的吗？现在的问题是没钱，没钱秋妹又去不了，这不俩人分开了吗？这分着分着没就没什么好事儿。本来秋妹对天明就挺有指望的，万一哪天秋妹想明白了，对他没指望了，心分开了，那不就真的分开了？可了不得。那咱天明老了怎么办？我就一句话，我宁愿不要这房子，也不能让天明和秋妹把家弄散了。啊？哎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期盼着什么。天亮是同意好还是不同意好？房子是该卖还是不该卖？我真的没主意。这种失去主张的感觉让我感到有些茫然和痛苦。卖了房子，一家三口去北京，看似风光无限，实则我侯天明是个败家子。不卖房子，我一个人去北京，家里又得孩子哭老婆呢，我没了主张。这个时候的我不想选择生活，而是被动地让生活选择我。可这又恰恰证明了我的无力与渺小。哥，房子不能卖，但能扒，这事儿你辛苦吧。田亮同意啦？是妈给开的绿灯。你知道吗？妈这次是犯了错误，而且是明知故犯。我知道，我以后好好孝顺妈。嗨，妈也不图咱们报答。你如愿以偿了。妈把咱家这老房子扒了，也是为了让咱俩能过上好日子。只要咱俩把这日子过好了，就算对得起妈。咱这老房子扒的也就值，也是对妈最好的报答。哎呀，行了，老伴儿，别难受了。我同意，爸，thank you.
我起晚了。哎哎，我不是来叫你起床的，你想睡你就再睡会儿，我就是进来拿个脏衣服，看到你了就过来看看。不睡了。妈妈，我今天不去上学吗？今天不上学。原来爸爸还没有定好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的基础好，那几天课没问题。瑶瑶，我知道你着急，但是我们过一段时间就跟爸爸去北京了，等到北京你在北京上学，这段时间落的课妈妈抽空就马上给你补上。真的？那也带我去？当然带你去了。那我可以带海绵宝宝吗？可以，你想带什么都可以。妈妈，那爷爷奶奶去吗？爷爷奶奶也去，等奶奶的病好一点了，他们就一起来北京。我说妈妈，二毛怎么办？没有人在家，他回来了怎么办？二毛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了。妈妈只是说有可能啊。不，我每天做梦都能梦到他。二毛跟我说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对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妈妈，我想二毛都想哭了，怕你们不高兴，所以没敢说。妈妈不会不高兴，不会不高兴的。我也想二毛，他一定会回来，一定会回来。一定会，一定，一定。你是二毛吧？你这孩子，你生姓侯，你大伯叫侯天明，你大妈叫庞国秋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想不起来我了？没想。这孩子怎么跑这儿来？我姓钱，我叫钱东升，你好好想想。我不认识。我去过你们家，你和瑶瑶还吃过我给你的巧克力，想想。对不起，叔叔，你认错人了。叔叔，叔叔，二毛，认识他们吗？他们是我叔叔。那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他们姓什么叫什么？来，哥几个，把身份证拿出来，我对对看。怎么，不敢拿呀？别多管闲事啊！小心我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放下我！好啊，试试看。好看，真是好看。当时还觉得颜色艳了呢。人家秋妹说呀，妈皮肤白，穿艳的好看，还真是啊。哟，100多块钱呢！哎呀，这100多能买多少东西？你干嘛买这？又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你看看。我也这么说，人家秋妹说了，不行，坚决得买。你怎么今天那么会说话呀？我们给你们买点东西不是应该的吗？干嘛非得挑过年过节的呀？是吧？对。啊，真好看啊！爸，来，你试试这鞋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我这脚臭得很。哎呀，不臭，你过来，我给你换上。媳妇，你赶紧的，我给你换。不要紧，门窗都开着呢，不要紧，熏不死我们啊！熏不死我们，爸。看看舒不舒服吧。你别说，好吧，这鞋底子还软得很。那你说的都是钱，你们自己买点什么？妈，秋美说了。我们去北京再买，省得路上拿。
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就先给我们买了，这何必呢？你说，你不知道北京东西特别贵，穷家富路，你们应该多带点钱在路上才是呢。钱到了北京，我们不是还能挣吗？这就是我们俩点心意。哎呀，哎呀，行行行，我们领了啊。谁也别惹我啊！这衣服我今年不脱了。哎，爸，爸，你给我，我跟你说着呢。对对对，你先出来。不不不，帮爸把鞋刷了去。哎，天明，啊，那房子怎么样了？啊，房子扒起来挺容易的，但我觉得自己太慢了，我就找了个人。才找了一个人啊？不是妈，是这样的，现在大家伙不都踊跃去参加那个地票的交易吗？哦。壮青年都出去打工了，就留下老人和小孩在家里面，也没法扒房子呀。对呀，对呀。有一拨人，他专门成立了一个扒房的工程队，又专业又好又快，石头石头一堆，木头木头一堆，所以我就找了他们。人家不会给你白干吧？那是肯定，但是妈专业。那好啊，那当然专业好了。人咱们不少去拿钱嘛，人多早扒早拿钱呢。早拿钱，你们早去北京啊！哎，可是妈，爸，就委屈你们去住那没装修的房子了。哎，那算什么委屈？多好啊！那赶快把东西收拾收拾吧，你们还得去北京呢，咱们也收拾收拾啊。那行，那我就先去准备了啊。哎，快点！哎。舍不得了，我爸就是在这个房子没的，现在要扒了，而且还用铲车。你爸走了也回不来了，现在要命的不是你儿子吗？哎，村长咋说的嘞？我又不能实话实说啊，编呗，我一辈子也没说过假话，真是。没事，到时候咱们跟村长在一块儿道个歉，承个错误，不就完了吗？可现在千万不能说。嗯，行了行了，抓紧时间收拾吧。哎，哎，真是。收拾收拾。瑶瑶，你到奶奶爷爷那屋待会儿好不好？让妈妈也看会儿电视。你的电视剧时间还没到。我今天就不能看看新闻联播啊？呀，咱们过两天就去北京了，你是不是得陪奶奶爷爷说会话？嗯，好好跟他们说啊。啊，嗯，好，乖。嗯。天明啊，我过两天就要去北京了，绝对不是梦。我，瑶瑶，咱们都去啊！扒完房子，拿了钱就走，一家人不分开。我怎么觉得像做梦似的呢？等一下啊，你让我坐好了，扶稳了，感觉一下啊。幸福来了太突然，迷糊了是吧？来，侯天明，你打我。你打我一下，我打你干嘛？不打你，打我一下，你打我呀！打你干什么？哎，不能打！你快打我一下！呀，疼吗？不疼。天明，不会过两天有个什么事我又去不了了吧？你确定？也是，我膀胱炎不至于命那么苦啊。我来了，车来。
车来了，来吧，小江小江，哎，天明，这车太小了，装不下，那就装两趟呗。哎呀，快点装。天明，你跟人家说是几点的呀？九点，应该已经在路上了。哎呦，快了！哎呀，快快快装！着什么急呀，妈呀，又不是逃难。哎，秋妹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你到那边送东西，不要让人家看见啊，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哎。孙经理也这么说吗？孙经理，啊，对，孙经理也这么说。你骗人吧？那孙经理这么说，他怎么不给我涨工钱啊？这什么都冲钱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上工上工啊！开工了啊！上工了，成功了，开工开工！行了行了行行。丫丫，换这个铅笔。妈妈跟你说好多次了，以后一定要少用这个自动铅笔，你拿它写字也不练字。
洗干干净净的啊，回来了哈。你跟他妈说，你这么多天你都跑哪儿去了？我被人贩子拐走了，是这位叔叔救了我。瑶瑶，把老婆带走。阿妈。天明，别来无恙啊。东升，二毛回来了，屋里呢，走，快看。先别管了，来来，走，屋里坐，屋里坐，走走走，天明，屋里坐。哎，天明，您来吧。是啊，我是来看房子的。幺八的房子是这个吧？看房子？为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个秋妹，你先带东升到屋里坐，我去告诉我爸我妈二毛回来了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屋里坐，屋里坐啊。哎，大哥，来，大哥，今天不行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走走，明天再说啊。走，明天你先走，走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，是，对，住住住。哎，这事儿，爸，妈，二毛回来了，二毛回来了，二毛回来了，对对对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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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老伴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妈，妈，哎，妈，老伴儿，妈，老伴儿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，醒醒，妈，妈，醒醒，醒醒，哎。改天我一定来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咱们都自己人，你还跟我什么客气？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那我走了啊，叔我走了。哎，再见啊，慢走啊。东升哥，你慢点啊。慢点啊。哟，妈。东升怎么了？妈，你起来了？你还醒了？你看东升刚走，更重。我这是孙子找着了，高兴的。我头晕，晕的都不踏实。怎么叫他走了呢？说死了也得吃顿饭呢。咱们家人太不懂事儿了。哎，妈，说了，人家说过两天来吃，还告诉咱说，让咱全家老小先乐呵乐呵。就是，这孩子真懂事儿。嗯，咱可不是乐呵乐呵，咱孙子回来可是得庆祝庆祝。就是，咱得庆祝。但是，现在有个关键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咱们怎么告诉兰子呀？直接告诉兰子呗，这二毛回来了，兰子要知道他得多高兴啊！哎，你不知道，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和天亮都给兰子找心理医生了。这么严重啊？可不是嘛！哎呀，是，这不管怎么说啊，你得让兰子知道。就是，人兰子是当妈的，肯定得让人家先知道。是，也是知道，肯定是知道啊。我是觉得现在你看妈高兴都晕过去了，那兰子就是没什么谱，我们得找一个方法跟她说。这儿啊，
我们先让天亮知道，让天亮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先稳定情绪，然后呢让他去跟盘子说。行，这好，这好，就这样。行，就这样。快打电话。哥，你是不是正干活呢？啊，干活呢，怎么了？哎，你有没有站在什么高地儿？我在高地上，怎么了？高台上。哟，哎，你别，你先下来，你先下来。怎么了？跟妈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不是，好事儿。你这样，你先下来，站稳当了，然后我再跟你说，行吗？哦，稍等，稍等，我下来给你打。正往下走。那我现在把二毛叫过来。哎，什么呀？这个时候叫什么呀？你先让亮子知道，然后等他跟丸子说的时候，再把二毛叫过来。对。哎，哥，你们来下来。怎么着？下来了吗？我到地上了，怎么了？站稳当了是吧？什么事儿啊？我站稳了，你说吧。有个事儿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但是你别太意外了。不意外，你什么事儿啊？说啊，哥。二毛回来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事儿谁跟你开玩笑啊？别着急，先稳住啊！你稳住之后，然后你去找兰子，再跟兰子说，明白吗？哥，你先别管啊，我这就告诉兰子去。怎么了，天亮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天亮，让我救手，别闷着，受不了我。你急什么急呀？你躲开！哎呀，我不行，你躲开！你怎么那么烦人呢？我不生啊！你别碰我！不生！不生！再生十个娃，他也不是二毛。是，你坚决不生。是，那咱们不要给他二毛，咱就要咱那个二毛。什么意思？娜子，我跟你说，二毛被好人找回来了，现在在家呢。骗人！我骗你干？不是你跟他说话。你在这儿，二哥，就准备好了。我给二毛啊，二毛，你妈妈。喂，妈妈，我好想你。妈妈，我想你，妈妈。你回家了，妈妈。二毛，妈都吓死你了，二毛，你瘦了吗？没有。儿子，你在家等着妈啊，妈明天就回去看你啊，别再出门了，听见没？千万别出门了，就在家待着，哪也别去啊！妈明天保证回来看你啊！妈妈，拜拜。哎，哥，儿子找着了，你不高兴啊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干什么去啊？买菜去。二毛，你妈说什么了？她说明天回来。不意外。是不意外，但是意外的是，二毛，你妈没跟你又哭又叫的呀？哎，二毛，快去穿衣服，瑶瑶带弟弟去穿衣服去啊，快去。孩子刚回来，你就问孩子，这不给家添乱吗？关键是现在兰子没有大喊大叫，他不对呀。就是，不是你呀、啊，是没见着兰子想二毛的时候那样子。现在二毛回来了，他竟然这么平静，不能兰子
又严重了吧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再瞎掺了嘛！你现在给金亮打个电话，不就都知道了吗？就是，打电话。别，先别打，咱们只是瞎猜呀，对吧？一说到二毛的事儿，一问篮子，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别打。也是，反正也不差这一天，是吧？明天咱们就都知道了啊。是啊，咱们各忙各的去吧，我也歇会儿去。行。咱家这房子还卖不卖呀？去吧。我意思是说，我看咱人要不要继续收拾东西。其实这个事儿先放过吧，你说呢？对吧？等二毛这事翻过篇就再说。是，先不着急啊。是。我歇会儿去啊。妈，您先歇会儿啊。吃红烧肉，您不是最爱吃红烧肉了吗？你看我买的都是特别好的肉，我请你们大伙吃。哎呀，大顺哥，你快吃呀，吃呀！我家有好事了，你们是不是得替我高兴啊？快吃啊，吃啊！我请客，快点啊！我家真的有好事了，我没骗你们呐，我家真有好事了，老天爷开眼了，祖宗显灵了。我家真有好事，你们快吃啊，快吃啊，吃啊！老天爷啊，我谢谢你啊，老天爷啊！这是怎么了？祖宗是谁碰了装绿植的瓦罐了？祖宗显灵了！快吃啊！你们快吃啊！别不好意思啊，祖宗，快吃啊！好吃吧？快吃啊！好吃吧？孙经理，你吃碗肉呗。丸子，那个我不反对你隔三差五给大家改善伙食，但是呢，你不能这么弄啊！这半扇猪的吃，还是按标准来啊。孙经理，我是按标准来的。今天大伙吃的肉都是我拿我自己的工钱买的。孙经理啊，我儿子找着了啊！真的，儿子找着了。我儿子找着了。哎呀，好事啊！我就说这孩子他不会丢的，我天天做梦都梦见他回来了。你看我梦还是挺灵的。好事，我给你吃碗肉吃吧。对，来吃呀，我跟天亮还有工作，我跟天亮还要商量工作，商量，我们还要商量，我也想商量。那你得给我假呀，孙经理。该，一定该。吃一碗再走啊！你着什么急呀？让我给你留一碗啊。请假这事，你看这样。我再不给你假，他得不把我红烧了。不会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给您安排好，绝对不会耽误进度的。您给我个假吧，再不给你假，我成啥人了？天亮，谢谢您，太好了。这样吧，我拿手机给你们订票，好吧？不，您太客气了，不麻烦了。不是麻烦，省了耽误你们下午干活，然后又省了你们跑火车站了吧？不是？对，那是，您给订两张飞机票啊，机票。我跟您说，生儿子的时候都没这么高兴过。大爷吧，机票就机票吧，反正是你们自费嘛。对，我们自费。行了，忙去吧，忙。回来，提醒大伙儿别喝凉水啊！吃了那么多肉，喝了凉水拉肚子，下午没劲干活呢。哎，好嘞，好。别喝凉水，没肉好。
的早呢，你都看着了，好好的。你外表看好好的，万一要有内伤怎么办？哎，你说挺神奇的哈，这么点个小孩，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啊，被人拐跑了，拐哪去都不知道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他能平安无事的回来？他是谁呀？我儿子。哎，媳妇是谁？我是他爸爸，他是我儿子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缺心眼儿啊！不是缺心，虎父无犬子，这回来，那不太容易了啊？张飞知道呀。小菜一碟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吹了，这孩子回来了，躺在这了，你在这吹。孩子没回来的时候，我什么时候没见你拍过胸脯硬气的说一句话呀？我是怕你受不了，看当时你小样子，哎，我就要疯。呸呸呸，你还要雨呢，我给你点雨啊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啊，你这老天爷真是保佑哈，他能平安的回来了，证明咱俩有德。对，还是老婆领导有方。人家都说我旺夫，可旺，还旺旺了，还旺。真没事啊，没意思。我跟你说，最关键的是，这个大懒虫啊，还没起床呢。二叔，我把海绵宝宝给他洗干净了，还给他。哎呀，谢谢瑶瑶，以后这海绵宝宝呀，不是他的，是你们两个的，一块玩好吗？嗯，谢谢二叔。这把它拿下。嗯。二毛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太阳晒屁股喽。妈，起来。早上好。嫂子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这干嘛呢？这一大早这么大阵势。请钱东升吃饭呢。哎，人家把你们二毛救了，你哥同学钱东升啊。啊，对，应该请，应该请，恩人。他不光是你和篮子的恩人，还是咱侯家没有断了香火的大恩人。对，太对了。糊涂了。哎。天亮，今天我就打打下手，一会儿你跟兰子说一声啊，让他主厨，他做饭比我做的好吃。嫂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顿饭啊，不存在什么谁手艺高低的问题，必须兰子做，我喊他。哎，你先别喊他，让他多睡会儿，一会儿他可累着呢。我醒的时候他没在屋里，你们早上没看着他？没啊，没有啊。